好，我们来问一下程潇主理人，因为我之前前彩的时候也说了，我最期待的就是 Jessica 姐姐的舞台，对，然后一出来就感觉哦，果然是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的感觉，是，有会比较期待谁的表演吗？Jessica。就是看过他的视频啊，然后又是以前的偶像，还是很期待跟他的见面吧。美女是喜欢美女的，嗯。你会 freestyle 吗？这个舞台，我只看实力，实力，实力。哦，实力。我这个是什么？脚踝，脚踝，疼。昨天排练的时候，扭到了。扭到了。好疼。好可爱。This time, I really want to challenge myself to whacking. I've never done that before, and of course, I would love to work with the top whacker. So, 我想和 AC 合作。我知道 AC 是非常厉害。当当当当，踏踏啪啪啪啪，拜拜。He's so crazy, all over the place. He's so fast. Is.In me. Circle and a circle. Yes. Actually, catching up with AC is very difficult. 太难了 But I think I can do it. I think I can catch up with him. Because this is 了不起有效演唱会的感觉，而他一上舞台，他气场就全开。
有反差，就是 Queen 啊。我们的 Queen Jessica。So international， 一下子还是很有气，抓住了我们每个人的视觉，真的好美，女生都羡慕的那种，就是太美了，对，就是美，就是纯属跳舞。我觉得我没看够她的舞蹈部分，她就甩了可能有六个吧，就没了，结束了。好的，三十秒时间进行拉票，计时开始。Hi everyone。你们喜欢我们的表演吗？喜欢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的话，请投出你们手中的毛巾。好的，现场评审，三、二、一，投票开始。哦，怎么还非要是一个黄色的？Oh my god！ 我的天哪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谢谢大家。开心就好。作品非常厉害，而且尤其是用 wacking。AC really really helped me a lot. AC actually pushed me very hard because his wacking is太了吧。但是快才好玩嘛，魔鬼级别的，气氛一下就燃爆了。来，先问一下朱元李斯，刚刚我还跟高瀚宇在说，凯姐出来的时候像是在看一个演唱会一样，很漂亮，这个秀喜欢，谢谢谢谢。我觉得真的就像小宝贝说的一样，小宝贝说的一样。李斯大姐小宝贝，原来你的小名叫小宝贝啊！就像李斯大姐刚才说的一样，刚才真的是不光是让我的眼睛 happy 了一下，也让我的耳朵 happy 了一下，而且我觉得卡姐真的是里外反差有点太大了吧？刚才在镜头里说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脚腕。我这个是什么？脚踝。脚踝。哦，一上台。他觉得好像。哦，我觉得这个超厉害的，我。谢谢。好的，再次感谢两位带来精彩表演。接下来登场的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舞者。And her stage is actually very interesting and super 厉害。Thank you。有请李斯丹妮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斯丹妮，我是一名歌手。很荣幸能够加入我们了不起的舞社二。这次为大家带来这个作品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创新，因为这次也邀请了世界冠军 Ben Machine 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，把我自己原来在去年唱过的豫剧《穆桂英》的一些选段，然后做了一个重新的 mix。帅子气。帅子棋，你知道后面插一个大棋，你能不能给一个就是那种抛棋的那种大棋的那种声音？帅子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形式的展现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，而且包括跟舞蹈大神我们之间的一些配合，还有动作的创作。但最主要的核心是在于它是有力量的，要把这个力量由内而外的通过舞蹈散发出来，我希望能够打动到每个观看我们作品的人。